笑什么笑？闭嘴。就这样，还想赢我们？我承认，小竹在妆容上确实不错，但是走秀可不仅仅是靠这些哦。我看她还是乖乖做我们的化妆师吧。至于你，宋诗瑶，给我拎个包，我也不介意。这才刚开始呢。洋葱的故事吗？很多人认为洋葱只是个配菜，牛肉可以炒洋葱，木耳拌洋葱，薯条旁边会有洋葱，牛排里面放洋葱，就连一直都是担当配菜的胡萝卜和鸡蛋，一旦遇到洋葱就会一跃化身为主角，似乎当配菜就是洋葱的宿命。然而真的是这样吗？你们认为小竹在 Muse 只是配菜，是你们可以随意丢弃的废物，然而你们错了，小竹穿的衣服就是用你们丢弃的废品制成的。人们在切洋葱的时候总是会流泪，那是因为他们总是会不由自主地被洋葱所触动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地剥开他的心，你会发现，你会流泪，你会明白，小竹绝不仅仅只是你们的配菜。曾经我以为 Muse 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，但是现在我却要离开这里了。